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听到大西瓜的叫声了，好像。救命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救命啊！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！没事，没什么事。那你就先坐着吧。现在，请领队宣布你们需要解救的人。救我！ OK， 我选阿弟，快走，快走，我去帮你们搞定。我要做任务，我们队谁还没有受伤呢？我。那我选王敏君吧，我选健康的。耶！我们选的是小小虎、田嘉欣，还有 P Johnny。现在需要告诉大家一下，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，待定滑手需要一直待在过山车上，等待新一轮的被解救，而且。每一次发车为20分钟啊！我不想坐了，2个小时一直要坐。来吧，坐到我够吧。来，各位，救人之前先听清楚规则，在乐园内共有6个维他柠檬茶补给站，每一个任务是双重任务，分成领队任务和队员任务。领队任务完成，方可开启队员任务。先到先得。做完任务之后，该任务点封锁。做完一个任务，必须回到这里解救一名队员，方可开启下一个任务。走啊，那里有个任务吗？准备好，他说开始我就抢了。是那个吗？对，那是一个。我的剑给你，拿了我的剑好不好？宝剑一定一样。啊，那就走吧，来，好，谢谢，走吧。哎，谁掉了钱？高峰，耶！哇，领队任务在跳楼机上，手拿装满水的水杯，跳楼机解说：杯中剩余水量不得低于刻度线。你的任务完成后，方可开启队员任务。这太小了，我要玩大一点的，小的我不玩的。得了吧，你就怕？我不怕，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这已经洒了，我的妈呀！你这可以吗？这样捂着，怎么办呀？我第一次这样，好，加油，别怕，一次，一次。哇！开车来了，来了！上，往下，往上那样。你要保护他，保护好他。哥，我自己都被绑在这儿。Oh my god!
这个你没有准备，他一下抖一下，是不是？没准备啊！吓死我了！给他一个三二一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 get 到了，我 get 到了。一开始都很缓，就没有准备，然后突然一下上去的时候，整杯水都洒了。成功一次，一次。啊！起飞了！哇哦！有了，成功了！哇，这个可以。哦。哇哦、啊，成功了，一滴都没洒、啊，有没有奖励？一滴没洒。好了，这次成功了，这次成功了。哇，这太厉害了，一滴没有洒出来。我洒了我一脸，你看。成功了，来，在这儿，杯子给我，刚好在线呢。我就怕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洒了，我就变罪人了，厉不厉害？一滴没洒，好不好？厉害，两次完成任务。哇，太帅，太帅，太帅。队友任务：朱莉赫横杀刺破指定区域内全部气球。哪里？哪儿呢？这个在哪儿啊？在那边。冲冲冲！我们要冲，我们要快一点了，救他们！来，这儿。手拿滑板与开屏的孔。开屏的孔雀拍摄一张合影，然后队员完整次过横立成一排的五块滑板。来，我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。开屏，让他看到彩色的东西。哎哎，他注关注你了。开屏。哎呦，开屏！我的妈呀，这个太难了，而且这个成功之后还有那个，那个更难。那我先去练了。哎呀，你先去练吧，我们俩来搞定。不可能啊，这个比开屏还难。柠檬茶应该就在那附近哎。这边应该没什么东西。哎，那里有一个，那里有一个。对，那里有一个道具。果然，在那边。快快快！任务，领队任务：以过平衡木的方式走完三米杆，并跳到滑板上平稳滑走。哇！我帮你踩住。你上去以后，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你要不要摆近一点？快，这个很近，可以。啊！不急不急不急。哎呀呀呀呀！有了有了。可以吗？快，阿弟。